大家好，今日是3月18号星期五，恒指经过了几日的1000又1000的上升之后，到今日大家都以为是有少少回调，是很正常的。但如果我从政治和疫情的角度去看的话，今次可能是我们这个反弹浪的终结。如果你不看政治，不看这个的是疫情，